大家好，是姚仲涵。这个是我的一个演出的作品，叫做 LLSP， 镭射日光灯声音表演。然后基本上，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的声音啊，都是日光灯发出来的声音。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开关。所以其实我刚刚在操作一个用身体去操作一个开关。这边有一个我的感应器。所以他会知道我的手的位置在哪里，其实很喘，因为是一个很身体的表演。然后这个电脑呢会把我手的距离转换成音阶，所以我刚刚其实在它是一个乐器的概念，我自己发展一个乐器的装置，让我可以控制日光灯的演出。然后其实可以想象说它就是一个可以弹奏噪音的键盘，然后。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乐器这样子。然后这件作品其实大概从2007年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用一张纸板在这个地方做切换，然后那纸板有打洞有打卡，所以它如果碰到洞，镭射光经过去就会亮起。但是距离很小，所以我演出的时候其实就是坐在这个红色的桌子后面在抽纸板，一个我觉得
很可爱的表演，因为我很害羞的很在那边抽纸板，可是现场的声音跟灯光是很剧烈的在变化。然后到08年的时候啊，其实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镭射的下面其实它有一些仪器。我觉得我的作品的发展都是有时间一步一步一步慢慢的思考，慢慢的改进。那时候还没有思考到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我退伍去东京驻村，我就开始想说，我如果把这边全部净空，让我非常害羞奇怪的身体展现，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来讲，因为我的身体没有经过舞蹈的训练啊，没有经过戏剧的一些很基本，所以我的身体很怪，但是我还蛮喜欢做一些我觉得很疯狂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退伍之后啊，因为退伍的时候我们身体受了很多训练，然后我开始变强壮，变有肌肉，然后我就很兴奋，因为入伍前我是一个很文雅的男生，就是弱弱的，然后当兵之后就很兴奋，就是你们可以想象说，小白兔有一些发现他是狮子，他其实很有力量，可是我研究所念完才去当兵，所以这件事情发现有点晚，所以就是小白兔有天知道他是狮子，但是狮子知道他快不行了，就是正在老去，对，我太慢发现了这样子。然后这场表演呢、啊，其实我就是用改装的一个心跳，听诊器放在这边，我让我的心跳让现场全部都听到，然后我会用我的心跳去控制日光灯的节奏，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连接。然后这场演出，我为了要在现场加快我的心跳，所以我就在现场做了伏地挺身，但其实是失效的，因为就如同我现在台上心跳已经很快了，所以我在做什么运动其实那个效果不明显，所以我后来就改喝啤酒，就是我的身体对啤酒反应很敏感，可能喝半瓶就会很明显了。然后喝的时候，我在喝那个啤酒的声音咕噜咕噜的声音，其实也会被现场听到，我打嗝的声音也会被听到。然后我觉得这个现场性对于一个现场来演不是，对一个现场演出来说，它其实非常重要。这样，然后我已经决定好那个啤酒啊，就是台湾啤酒，因为过去这件作品常在世界演出，然后这件如果发展完成了，它也会在世界演出。我觉得我到时候会很开心的拿着台湾啤酒在世界演出。这样，我为什么要用日光灯做演出呢？因为我觉得日光灯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很奇怪的灯具，它不听话，就是我们在家里把电灯打开的时候，它其实会闪个几下，别别别别别，然后亮，然后它在它的末期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些不定期、不稳定的闪烁，那对我们来讲说是坏掉，可是对我们来说坏掉这件事很有意思哦，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坏了？也许它正常了，也许它在诉说它本身的语言，所以我很着迷那个非常不清楚的。非常不确定的这些东西。然后 这段话是我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提到的一个概念。那我觉得我的影像作品跟装置作品其实一直在围绕这句话。这句话其实就充满了我们对于现在这个媒体的城市的一个我的想法这样子。那我放一段影片是我制作的一段影片。这段影片它其实就是一段在水的墨汁，
然后我在拍摄的时候其实不是用太科技的 3D， 其实我就一直等，我就一直试，我那个晚上大概试了八次，最后一次我觉得所有的等待、所有的流动都是一个正确的。然后我后来，这是日光灯治愈装置的一个作品。然后我觉得我在日光灯的声音在于现场表演跟装置的时候有不同的思考。也许我们在，也许装置作品它其实就如同一扇风景，它就是我们看到它就在，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去，它不像表演一个开始有一个我跟着你们走一段旅程的这个过程。然后这个是在东京展览的现场，其实我就用了黑色压克力把日光灯的影像无限的延伸，然后当我们进入这空间的时候，其实身体会充满了不确定性。然后关于身体啊，其实这个东西它可以用任何的东西去操作，譬如说我开始用的笔，或是拿保特瓶，其实也可以。但是我为什么选择身体？我觉得我很喜欢身体，就是我会用血肉之躯去形容我们的身体，想要提醒，想要告诉我自己说，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能量、很多的欲望、很多的想法。这样，这是一个他展出的声音的记录。就这件作品我没有用喇叭，我也没有用麦克风，我只是用它原本的声音去用很多的量让我们听到这个物件它自己原本的声音。然后如同一开始提到的星星这件事，就是其实如果你们说我是一个什么艺术家，应该说我是声音艺术家。那其实台湾不只只有我在做这样的创作，其实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在做类似的声音创作。但是声音创作听起来，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今天第一次听到，或是第一次听到其实日光灯发出来的噪音，或是一些噪音表演。你知道，就是有外国朋友来台湾的时候，如果我们大家去吃臭豆腐，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就说。他们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吃一个这么臭的食物？然后我带一个朋友，他说他闻起来像是脚的味道。然后这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臭豆腐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的，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接受它，我们甚至可以分辨这一家跟这一家的臭豆腐哪一家比较好吃。我们假设声音艺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表演，它事实上是我的表演。又是奇怪中的奇怪，就是部分的表演其实我们就全黑的，然后其实我们不需要眼睛，这是很奇怪的。所以我们声音艺术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很多人其实在对它有一个怀疑，有一个不确定 的现象。然后我们举办这师生季啊，就是从2007年开始一个月一场在南海艺廊，然后呢它就是让很多的声音创作者一开始非常嫩的创作者，或者稍微成熟一点的，我们就一直让这件事发生，让它变成生活的部分，变成我们的文化。那我觉得我的创作是我的旅程，那我觉得师生记它不是我的旅程，它是一个整个我们台湾生活的一个某个艺术里面的一段路程。那这件事一直持续的在发生，如果你们碰到了，就是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谢谢。